关于这边就是那个文化呀，每年我们都会举办春祭哈，来祭拜我们过去为国家啊捐书啊这些国军英灵哈，那也缅怀过去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哈，也来表示啊代表敬意哈。那这个期间大概也都是即将到这个清明节哈，刚好是民间也都是在扫墓哈，这个祭祖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今天来祭拜我们国军英灵也是特别显得有意义。